是一个凉感的一个衬衫，所以呢里面这一件啊，你从夏天到秋冬都可以穿，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西装的棉布料的衬衫，保证你收到质感非常好，我自己有买，所以我也是真心推荐给大家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件衬衫 SML 甚至到 XL 你都可以穿，外面的这一件更是有质感，它呢是一个小针织材质，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到超厚，所以呢港澳新加坡的粉丝、马来西亚粉丝都可以驾驭，然后你可以里面像我一样穿个小短皮裤，超级有型可爱的哦。好，然后腿就是长长的、瘦瘦的、小小的、性感哦，前面呢也遮住大腿肉或是腹部，然后屁股后面也遮住了，前面呢侧边呢是露出腿最长的地方，然后前面是做一个弧形短版，后面的衬衫还有微小开叉。那平常当然你要把白衬衫拿来有其他的用途也完完全全的 OK， 然后它整件就是 oversize， 今年最流行的小辣妹，有没有看到是做落肩的，所以肩膀看起来特别的窄小，条纹跟白衬衫永远不退流行，经典不败款哦。